新來香港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哥 Bruce 湯君慈，我是弟弟 Chris 湯君瑤。行為比較曳之外，他們每個家都有各自問題，有一個病叫先天性專注力不足的學生，我讀書是有問題的，大師兄恩生怎樣幫我們在這個困難裡走出來。在套戲裡面是一個比較內向很喜歡打遊戲機的一個學生，非常之認真的，他是在片場很少是笑，反而覺得是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，動作鏡頭他都會親自在現場去指導我們，教我們鼻是打爆了個鼻怎樣，是即是他們怎樣去塑造自己的形象，去留意多些不同角色。 Hello 新來香港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Bruce 湯君慈，我是弟弟湯君瑤 Chris。 接下來我們的電影大師兄會在8月中上映，希望大家來支持，記得支持啊。